炉香赞法乐响起，慈济乌鲁地南联络处举办祈福会，248位志工与会众礼敬诸佛。七月有很多的吉祥啊。农历七月，把传统的习俗用正信正念来导正迷思，会众有所领悟。把这钱去买那个金子，就是我们拿自己的钱去烧掉嘛，那不如那个钱拿来做善事，有功德更好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人生是来空空，去也空空，只是业随身。张喜明欢喜与大众分享由荤食转素的因缘，民众跟着响应并填写许愿素食卡。素食它很环保，第一点，第二点呢，它可以让你就是提倡不要去杀生这样子，说会让你的心境会比较不一样。尊重生命，爱护地球，透过祈福会宣导善念，斋戒护身，祥和社会。曾赞美志工马来西亚乌鲁地南综合报道。